三个线麦，谁叫老板一直买？因为他是有线电视啊。哦，真的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没有，完全如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哇，太棒了！没错没错。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说，哎，第一题是要讲说你瘦了，然后很帅。哎呀，这个就对了。我今天特别帅。谢谢谢谢。对，往前面，超帅。往旁边一点。谢谢会长。所以真的瘦了吗？对啊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瘦了。好，四三，好，开始。所以杰伦是有刻意说，说最近是太忙了，变瘦是不是？对。哦，其实本来就没胖过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应该以前前阵子应该还是蛮，就是比较没有节制饮食，控制饮食。那其实现在我也没有在控制饮食，因为前阵子其实肠胃炎嘛，我觉得很多玩家如果说是一种新手爸爸，然后他又是这种网瘾少年，我觉得。应该就是常常练就一手，对不对啊？一手抱啊，然后一手自己操作，但是比较难，就是真正，比如说我现在讲这个游戏，你们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好 ，OK。他想说，我讲这些大家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对，就是说，其实单手控制的确是比较困难。好，所以前期在这个六等之前呢。讲这些，大家会不会开始觉得无聊？不会，对，在六点之前，我就可以这样去打野怪，好，就是单手这样，然后单手控制。但真正开始要打起架来的时候，这个小朋友可能就要放地上了。对，一手要双控。对对对，他就会玩。对。我觉得最近有在写这个新歌嘛？你在脸书上面问大家。新歌有歌名，对啊。对。大家觉得哇，我只能说你还蛮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一直很注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